嗨，这就是赛车场咯，你看现在已经有摩托车的骑士，他们有集体就是租借场地在这边来赛车，其实就是练场地啦。你看他们在尽情的奔驰，啊，你边吃早餐啊，你在赛车旅店啊，边吃早餐啊。其实如果你坐靠窗的话，刚好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大家你们看到镜头的视野，好，就是跟我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可以边吃早餐啊，啊，就刚好如果有人在玩车的话，啊，或是有在坐那个卡类似卡丁车赛车的那一种。就可以这边在这边看到是一览无遗的，还可以看他们尽情的飙速。那他们出来的地方啊，其实是在这个赛车的这个点，这个就是起跑点这边，他们从这边出发啊，这样子绕到这里来。那这边也有一个路线，好，这边路线是他们如果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去。那这整排这个地方呢，是他们进去就是一些车辆的一些算是各个区域的那种类似休息区或维修站这样子。啊，如果没有要进去的话，就跑到绕到这里就开始这样子绕。那这边也有一条。就是如果有中途第二个中途类的点的话，这边有一个还有，也可以从那边进去这个休息区。对，那这就是吃早餐还边看人家玩车的一个很好的视野放松的地方哦。那这边就介绍这样子。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房间里面看到的赛车场地，然后跑车的景象，其实视野蛮辽阔的。啊，可以看人家跑那个速度。等一看，白天的视野还不错。你看，哦，咻咻咻咻咻，那速度多快！其实啊，在场地里面啊，安全的跑车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对啊。哦，很快很快。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在左下角帮我们按赞，开启小铃铛，帮我们订阅我们本频道哦。那希望大家期待下次的影片哦，拜拜。